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气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你好，挖土么？挖土一件事情，对于当年来讲的话，可能是一晚上一时的兴趣；但是对于当年来讲的话，伊可能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你今日有想到来宾有的个特别的爱好？按照国考特年，如国家考试的一个特年，但是同时伊嘛国考系一个挖油花的一个特年，我哋马上来分享我哋今日来宾赖世通博士来咱来欣赏。博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从事的学感人赖世通。好，世通博士，我想问一下哈，其实你这个我哋头先所讲系你哋国考嘅特年啦哈，但是我相信我哋观众朋友对你蛮唔系讲过生疏，你可唔同我哋观众朋友收解一下你这个好冇？坦白讲哈，国考达人系几扎本来嘅分号哈，我本身也没想到说这一生啊会跟国考哈结下不解之缘哈。坦白讲吼，我迄对二十七岁啊，咱开始哈，开窍哈，咱伫在讲读书哈，爱有优良哈，啊，没想到哈，去拜准批公务员考试哈，考存款试哈，啊，一拜两张也都冇考到，哈，啊，但是一两张也哈，我研究也够多。我认为读书啊，哈，好过国考的，相关的书籍啦。啊，为了得到呀呢，读书读个唔记唔得哈，啊去考场要，考个好成绩的方法哈，啊，曾经坐火车去台北哈，啊呢三日啊，对台北每一个车站的书局哈。每一件都去捞，每一件都去看哈，都没无钱到外外的东西，哈、啊，最后归到屏东诶，咱摕一件卖神学嘅参考书诶书店诶哈，看到两句话，一两句话都改变我一生人哈，啊，提议同大家分享一下哈，例如两句，他讲印度第一口诀。如历史的二德化，每日熬一音啊！哈，如用好话讲，如读机的时间哈，每日如吃一扎老鹰来食啊，如唔系读机的意思。二德化，每日熬一音，就是八国联军的八国啊。嗯。啊，听一句口诀如何？体里的东西南北中。太化横横松哈，也用国话哎下话来讲吼，快讲哈，啊都用建议来解释哈。东西南北中哈，唔会输啊，咧打麻将用的哈。太化横横松哈，就是押韵。那这样，东泰山、西华山、南横山哈，北也是横山哈，中松山就是东西南北中，太化横横松。这就是有名的地理的、口诀的谐音押韵、哦、它还是一种对应的押韵。那我从这两句口诀、哦、两句口诀啊哈、哦、如突然开窍啊，如面都说啊，原来读书哈，一记好记哈，有方法啊、哦、啊，过去啊读各种的时间，坦白讲啊，死地如某去给过啊。哦从来唔是踢个过，阿如用嘢方法，包括实地一礼拜如脱好诶，啊，阿用嘢方法去学法律，也计划条嘛，计如归顺利，乱了两张嘢都帮阿考到公务员。经过一摆考试之后啊，来一生路对考试哈，唔会像过去样呢。我有恐惧感或者是逃避读书的这一种想法、哦、所以从此就跟国家考试哈、哦、维持了二十年。因为我第一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啊哈、哦、民国七十五年啊、哦、第四一次考试哈、哦、民国九十七年啊、哦、
九十四扣下七十五哈，不到二十年。在二十年当中啊哈，我从先后考诶四百考试，四百，我准备考试的时间从来没超过两三个，大部分一般拢前三名哈，啊，其他冇前三名，也有前十分之一名啊，所以，后来呢，陆陆续续啊，如嗰度记载来好门外哈。啊，如过好去啊！啊，要不然按呢以前小学国中，都是唔咩过理想，曾经唔咩过好人。今年多二十七岁时节，哈、啊，我有安胎转变哈，安个过乐意啊哈，过欢喜同爱中央的安个人哈，来分享哈，故在如。其实哪来采访哈？哎，多少哪有时间啊？都会被采访啊。所以，后来，哎呀，开补习班啊，开十年啊，啊，哎呀，曾经辅导超过五百个学员呐哈，考上公务员。啊，我说爱做公务员哈，其实，考起爱开补习班十年哈，都退休哈。啊，其实咱做诶，二十空年咧，吼、哦，啊，以上如何来简单咧经历？无简单啦、啊，真是无简单咧经历吼，因为观众朋友今日更加吼，过多年可以考个公职啦，无如果考太太细细考上，相信你即家要拉啊顺咧，可能嘛得考。我哋一团吼，虽然上面写某个油画人生吼，但是我哋第一团吼，对每如果每样个我哋咧国考诶体验，我哋咧市场博士吼，都在当初某个两十年用去准备伊个考试，因为其实考试个东西，每个人准备伊旧咧已经考会上，哦，有啲人准备真的过一段，有啲留到优良以后，伊准备过一段都可以考上，但是有啲人真的准备一两年，还是唔敢来考上啦。佮总个虽然头头我哋咧市场博士有讲个讲，也系得过简单，人生真的冇简单，但是啊。第一下还是每人都讲，像头头讲，留到优良以后，很容易去，你买个优良开始改变你自家一啲特殊的方法，因为头头冇唔错，你头头讲嘅其实系一个口诀，好，包括你嗰种贵妇差不多东西，好，不管讲体力上面的嗰种买个泰山啦，好，买个地方嘅一啲理解冇多人名啊，用口诀来配方了，但是有人嚟讲，口诀系一种方法，但是问题能用嚟变口诀。你要记得口诀，好、嗯，冇得讲更正片的意义，我系咪要先看一下？一边系咪同你广东朋友收讲一下咯？冇唔对啦，主持人讲的哈，口诀只是一个方法之一啦，哈、嗯嗯。那我们准备考试哈，其实哈，简单来讲，它几分三个阶段啦，哦，也三个过程啊，哈，其实三个过程当中有几样方法，哈，我来讲一个。口诀只不过是记忆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考试呢？哈，可以分阅读。我们考试一定要看书嘛，如阅读，我们讲阅读啊，阅读做嘛样咯？哈，如理解啊。啊，你读个，不管你读一道书，嗯，最后一个步骤，如要去作答嘛？啊，这是第三步骤。可是你读了去到考场作答，如是以前来唔伫记忆的要领的时间，如是读啊。啊，人想讲，啊，你读过多遍啊，读几回都记方来咩哈？啊，去考试都 OK， 都冇问题，唔对哈。也如何后来我去读博士的原因，我如何研究主持人们咧哈？做乜嘅哈？也启动的诀窍，原理是怎样哈？我同之前讲哈，也同观众朋友讲哈，其实几个关键如题。我们参加一个考试的方式啦，哈，是笔试啊。你无论是选择题或者是问答题，哈，在国家考试叫做申论题。那你一定要记起来，因为你在考场哈，不像国外的考试啊，它有所谓的 open book， 你可以反熟的，假如不是记忆啊，嗯，读底下底下东西填来都可以。但是笔试的东西，尤其是不翻书的。你必须凭着记忆一批考场来写，也准备考试哈，一定要记，好，所以
关键是记啊。但是记忆的前提哈，就是你必须要理解，所以又回到阅读。可是现在一般人哈，其实读书如果凭本事的话，那就是半天生。不是，那你我看过多年啊，读书读个清楚，啊，但是唔知啊，做嘛跟阿伯读个暗号，因为伊系用本能在读书，他的本能就是父母亲生给他很好的基础规划了，基础规划。好啊，有的人说脑筋很好，脑筋很好，基础规划，这只是说到皮面，皮面啊，冇点多充点点来。其实耶路嘿，短期记忆决定了你记忆的好坏，这跟我们的智慧，高低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今天也会考试，并不代表我很有智慧啊，只不过我是这一方面哈，我有优势而已，啊，那为什么这个是经过国外的心理学家哈米勒他研究过的哈，也有很多短期记忆宽幅啊，像刘德宁的天神的短期记忆宽幅哈，怪穷的人，就是宽幅很宽的人哈，他甚至连天空的每一秒的云彩变化哈，十年间怎么变化他都记得牢哈。但是这种天生记忆好的人，你不用羡慕他，他会在整体的归纳跟去腐存精的这种能力上哈，他会下降，好，所以未必在社会上就会很有成就，好。但是这种天生的短期记忆宽幅啊，好，既然是天生的，你不可能会怎样会变好，可是呢，我们可以靠后天的技巧哈来补强。比如嘿，口诀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哎，观众观众朋友，其实贵东人在考试的时节了哈，系用阿人的短期的基础。其实有的人讲，哎，考试的时候可以应付一下哦，但是考黑的以后，有啲全部记唔得的。但是下一趟阿人司同博士都同我讲，用阿把短期的基础变成一个长期的基础，休息一下哦，等下阿人马上过来。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哋咧国考太严，同时嘛，喺我哋赖世松博士同我哋讲，一般人嘅考试嘅时间，如用我哋咧短期嘅基础，但是啊，用把短期嘅基础变成一啲长期嘅基础，我哋马上嚟问我哋博士，佢一部分用把我哋短期嘅基础变成我哋咧长期嘅基础咯。好，我哋短期记忆哈，什么叫短期？就是大概在30秒内啊，它就会消失啊。所以我们要在考场上要拿到好成绩啊，一定要把短期变成长期记忆。好，记忆的方法哈，会多哈，口诀那些其中的方法啊，包括图像啦、联想啦、谐音啦啊，甚至比较表啦等等哈。但是为什么我只讲口诀啊？口诀没有唯一的方式，但是你对口诀捏皮也好，吃眼的如何带出？归导方法，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那你解决了记忆的问题之后，紧接着而来哈，你才懂得什么叫阅读，啊，所以一般天生不会特殊的人哈，比如阅读统计啊合一，他自己都不晓得，所以他靠反复读，反复按来拖个手，哈，不是没研究记忆的方法。如无法度分开的量的差别，怎么该要分开呢？因为阅读啊，哈，俺们看啊，哈，伊个功能唔系记忆，但是青少年啊，哈，用唔对所在，伊用阅读来达到记忆的目的。俺们如何管弄个时间？故所以俺们阅读啊，单纯化变成理解如何？所以俺们目的阅读如何？俺们第一如何诶？故所以你可以读千家。你读千家的时间，相同的时间，你可以读千多。如果有大量阅读，大量阅读的时间，如果读通，就会读通啊。好，好了，那这两个解决之后还差一步，就是怎么作答啊？怎么作答呢？就是读书
人家要准备考试的目的如何考国考的成绩，最后一个如何面对考题。故说呢，你要进入情境，你要去熟悉考题，故说如何大量习作考题。所以我们准备考试的人，准备考试的人，一天看人家考古题好啊，那年国备考试的人，好，人家称我为国考达人。我赢在哪里？其实不是我很有学问，而是我知道哈，我会把考试哈提升到职业化，就是我会在阅读、记忆、作答，我都有方法。啊，一般的考生是业余的，所以我怎么去比你都输我。哎，那如果用乖学的时间，好拿到国考的成绩。啊，我等于讲，考试对你来讲，唔单止系讲考上，系，对，变成一个专业呗，好，变成一个专业的事情，好，就变成讲，今明天我做一件，我做一件事情，唔系讲啊，我做黑的，系变成我的目标，其实唔把做一件事情变成一个专业来做，所以从，比如说头先讲嘅，我哋阿婆，哈，阿托动，哈，阿多做多练习，好，一般嚟讲，去考试你不能都按你啊，但是问题系，我用阿伊托动。我用我一看到，我用我一考试，我用准备考古题，用我一从考古题里面一回推，原来的考试也要充电，还蛮个东西。好的，变成你把变成你的专业了。噶这样你来讲的话，你这个冇唔错啊！你考补习班，你赚过多钱了？怎么买做公务员？应该讲公务员时薪水，怎么做公务员？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哈，很实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曾经啊，是我思考过的问题啊。好，最主要的问题，如提，做补习班啊，哈，该弄的时间，好，而且要该太量的时间，因为爱不应该哈，唔系按你想法啦，啊，故所以如，比如选回任公务人员，好，啊，比如希望爱哈，从开结束，啊，如从开做公务员，按你想法更好，好。啊，当初我还想讲，某个做两年如何，结果给女性回音哈，啊，造成家里面很大的风波啊，啊，所以最后我就断然的啊把它结束了啊。那人搞不西边人哈，第一年强的时候做一阵诶，还可以啦，因为你做久了，人讲啊，你穿的多剩多，嘿，啊我一次以来，我睇。公务员哈，乃唔会该注重升迁呐。好，年年填就是我最终的那个理想，我是要考更好的司法官。好，所以我会尽量哈，把我分内工作做好，啊，存了时间，乃弄得持续啊。好，也因为这样维持自修啊，我长达啊20年的自学啊，不是也也是各种人来问我的时间，想问的问题啊，啊，乱的。刚才谈好了，你看，你对的补习班的主任，哈、哦，你开始做公务员呀。噶这里讲，咱呢，就头先讲个样，这个嘛，有些一些钱呢。你退，你个公务员退休，还应该如可以，我能够享享清福啊，去做去那路去老了。你怎么开始忘忧忘了？因为有两点原因啦，第一点哈，其实我做公务员哈，还误打误撞啊，我人生没有计划的，画图哈才是我从小的志愿，我本来想当艺术家，好啊，但是因为艺术家，父母亲那一辈都认为会穷困潦倒，好，问我死的哈，哎，问我死，好，故所以哎，为了要负担家计哈，勉为其难，好。啊，有公务员好做，都忙做啊！啊，退休诶，啊，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的人生观里面哈、啊，没有所谓的退休，啊，只有转换职场，啊，啊，因为那年啊哈，你退休了做嘛干嘛？啊，啊，也冇可能讲搞书，搞一生瘾啊，啊，那总是要有一个消遣或者有一个生活重心，啊。永远都会回到我的初心，就是画画啊。故说，我提前5年退休，好，
那我还有一项心愿，就是从小心愿还没有达成啊，我就想说提早五年呢，好，利用这五年把自己从业余到职业啊，把这个专业建立起来啊。所以呢，我就退休之后就以绘画啊为生活的重心啊。那刚开始画的时候，我是画水彩啊，因为一般人啊都认为油画比较难画嘛啊，或者油画哈，可能比较有困难度啊。可是当我画第一幅油画之后哈，就是在现场我带来的这一幅静物哈，我就发现哈，我个人对油彩的掌握哈，超过水彩。因为水彩啊哈，嗰度你可能拢知哈，以水彩重点就是水分的控制，所以它才叫水彩啊。你要画得很精致，很够水准啊，水彩的控制那个技巧要很高，但是这个技巧会得五到十年哈，不容易养成。哦，当然呢，唔知啊可以买一旧啊，啊，不是啊，你如果想象用多元的媒材来试试看。后来我就知道油彩，因为我的画法比较重叠色，我说油彩油画如果是合买啊，我说我画第一幅必须的图画哈，我是用水彩画的，也好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啊，我第一次参加台湾美术协会举办的全国性针线比赛哈，获得入选的这个作品啊，也覆盖我第一幅画的全开水彩纸的比赛作品啊，也可能是我最后一幅的比赛作品啊，水彩画作品，因为我后来我都用油画来画哈。啊，为了哈提升我的绘画的技巧，让我的画艺哈更快的精进哈，我又运用了我过去哈长期参加国家考试的这个自学的方法哈，把它运用到油画的学习上哈。所以主持人头先金钱问来哈，有关国考的这个往事哈，事实上我就是要借此来带入哈。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包括连我不会读书的人都会成为国考达人，都可以以此啊当公务人员二十几年，还用这个方法成为补习班的老师来作为谋生的工具。那我就想说，那这个绘画画图是我从小的兴趣跟志向啊，也可以讲是我的天赋吧啊。那我想我应该可以比成为国考达人啊更容易或更快达成啊。所以加上我刚刚讲的啊，就是我的人生没有所谓退休，所以我就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油画的学习上。故事变成讲，睇油画两笔底本，你这个嘛有自家的一啲铺陈同一啲方法啦，哈。当然，故事其实吼，虽然同我哋欣赏讲，你的人生啊，吼，无嘛个一啲天书啦，但是对我哋呢欣赏故事底本，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以每一铺流顺好诶。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嘛有过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哋来宾是从博士一堂来讲，以前我对咧国考嘅体验，比做公务员，后来又开始入去非法人生。我想问一下吼，除咗以前收集过自己画嘅一啲油画嘅作品，后来侬有冇有其他嘅一种参加比赛嘅作品冇？有啊，哈、嗯，我慢慢来介绍哈。好，我第一幅油画嘅作品哈。是刚刚介绍的静物哈，
那第二幅的油画作品就是我手边拿的这个，也参赛作品如国泰福，好，啊，刚刚的建物呢是8F 哈，那这个是50号的50F 的作品哈，那这个作品，等于第一次画哈，我就入选了，基隆今年的基隆美展哈，也就是基隆文化局举办的年度的全国增建比赛哈，那这一幅获得入选奖。你嗰种喺我哋青岛街嗰片咧，一种背景系咪？嗰种跟日本式的肃杀嗰片咧，一个背景。我们对啊，主持人呢眼力够厉害哈。哎，这幅画确实就是我们屏东市哈青岛街一角哈。那这幅画是目前屏东县政府的重点工程哈。那它是日式宿舍的等于全体建筑啊哈。那有72栋，那这其中的一栋哈，我要把这一幅画呢，啊，前面啊是，我们以前常看到的卖甘蔗的三轮车啊，那这是我们曾经台湾流行的长眠文化啊，那我要借这一幅画哈，我要提出一个我心里的对社会的看法哈，如果我们政府连日本人住的日式宿舍都要花钱去整建，那属于真正我们台湾人的长眠文化，是不是要把它保存呢？所以我就把这个卖甘蔗的三轮车啊，跟日式宿舍做对比，甚至后面的背景啊，就是现在的高楼大厦，哈，新建的那个建区大楼，三个一对比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哈。其实我们的长眠文化，我透过我这一张图，你会发现，哎，这个三轮车画起来还蛮漂亮的。好，那我的用意就是要诉请政府重视这一点，把这个文化保留下来。好，这是我的第一幅油画。接着第二幅油画参赛作品呢，哈，也是人物画哈。那这幅画画的是我的小学同学帮他妈妈啊，换药的这个情景啊。那这一幅画啊，我要诉求的当然很简单了哈，就是现在人啊应该有的孝道啊。这个景象可能蛮难的。我这一幅画中间有一个外劳啊，那现在我们常见的就是子女在外地赚钱工作啊。那赚的钱就请了一个外劳照顾我们的父母亲啊，但是我的同学呢，他在苗栗三义哈，他是书法家兼陶艺家，他在苗栗有工作室啊。当他知道他妈妈啊来日不多的时候，他休假了半年，专程啊照顾他妈妈啊。那这个是患后啊帮他妈妈换药的一个情景，我要借此啊来唤醒我们跟我们有同样有老人家的家庭哈。其实呢，最好的对待父母亲的方式就是多花时间陪他们啊，毕竟呢余日不多啊哈。所以我就把这一幅画哈，当初是拍照，那我同学说这个只有拍照哈，改天这个照片也会流失啊，好，所以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画一幅画，我说 OK 啊，我就画了要给他留念的。那后来我画的结果，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幅，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啊，我比较满意的一幅。你的通作哈，跟我互动的部分其实方面的张力会强。好，谢谢哈。啊，画好之后，我就觉得刚刚好有比赛嘛。啊，我没时间再画其他第二幅了，我就说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参加比赛啊，万一得奖的话更有纪念价值啊，更有价值，是不是啊？他说好啊，那就比啊。哎，结果我去比了就入围了啊。那现在还在复审当中啊。那这是我的第二幅油画参赛作品啊。像头头看到我那些两幅的参加比赛的作品里面，我都发现了讲
大部分都是人物的一种画作，因为有的人可能会画风景啊，有的人可能会画这种生物啊，好，无论通过有的东西。但是你看，虽然讲提的，我们从你把那个日本式的宿舍，后边是一个更加的建筑，但是前面用那一点个的以前买甘蔗茶杯，但是前面把有点湿甘蔗泥，啊湿甘蔗茶杯泥哦。做某个人物体验画作，就会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咯。我们对哈。因为啊，对人物有偏爱了，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60岁了，啊，我如果老天好对我，不错，哦，让我活到90岁好不好？好，那我也仅剩30年可以画哈，30年说长不长，秀一下就到了哈，那我不再像年轻人，什么画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去探索，啊，所以我必须要针对我偏爱的东西，就直接锁定目标，啊，来日不多啊，啊，那我希望，在30年、20年，啊，我能够在这一方面哈，画出哈，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这些作品可以传世的话，那我就值得了，啊。因为有的人唔好托人物画嘅原因，你讲，有的人咪讲吼，人物的表情，好，人物的动作，冇得讲，那图片里边要传出人物的一种动作，要传出一啲想法，其实冇咁简单，好，因为其实讲静物嘅东西，好，可能冇简单，但是你这个在画嘅人物作品的时间，系最对你来讲最重要嘅系。你会想象到讲，也会画面地方要传达出某个东西，还是讲你咪讲你呢？也会故事其实系个重要个咯。其实，那因为哈，把当场的情境哈，人家讲的所谓的生动哈，这个表达出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好，而至于像不像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可是呢，我认为哈，一个上乘的作品哈，其实各方面最好是兼具哈，就是生动啊，甚至啊逼真啊，甚至啊它可以诠释或者是凸显某一个层次的意义啊，都很重要啊。不过呢，我觉得对我们画者来讲哈，有时候。我们要追求的可能是这个更好的东西啊，能各方面我都掌握得到最好啊。那我除了人物画以外哈，我甚至啊，我更喜欢肖像画，所以人物画只是一个我比赛的时候会涉猎的，但是最后我还会专攻肖像。为什么专攻肖像呢？我甚至啊，这是我从小自己学画的时候。哎，福建的，布袋戏的扑克牌里面的人物哈，布袋戏偶啊，我要画到很像啊，因为这个对我们画者来讲，它是一个立即的回馈啊。不仅如此，被我们描绘的对象啊，也是立即的回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任何人没有任何的美术背景都可以看得懂的共通的语言。可是画太像一件事情冇简单咧，因为太像冇马嘅背景，冇马嘅其他嘅动作吼。伊只太像好唔好，真是因为眼神一看咧，伊都提供也都系好画好还是唔好，因为像有同我哋嗰度，譬如讲，我哋讲爱画一啲那个钞票上面咧画像，吼，像有啲人。都托个个球，托唔出一啲好嘅相片，好甚至把，可是你得一路挑战到人物画里边最难的一啲部分，画太像，都见下位置，我咁样讲，即系意思其实以前啦，嗬，即系头先讲唔前特殊，我哋特殊嘅优良以前，好，你感觉到个，其实你有咩人生的目标会嘛嘅呀？人生的目标哈，就是活在当下，当我们。遇到什么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先考虑到，我们要先有办法存立在这个社会上。那存立在社会上之后，不能就一直安逸，啊，我们要想到，我们能不能
对得起我的父母？我们能不能对得起子女？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这个社会？我们要进一步要求，甚至到最后，要对社会有所贡献，甚至呢，到最后我觉得要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尽量提升自我，把我来到这个世间的那个意义跟目的哈，你能爬到不是地位的高，而是精神上你能提升到多高，就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也是迄个都讲，你更加以后，你这个对未来的想法嘛？我未来的想法哈，主要入画图啊，创作啊，但是创作要学习啊，不是我往尾去进修啊，我往尾托艺术研究所啊啊，另外我过去我有我的考试专长啊，万国多年我们爱。我因为考试，所以我们指导学生的啊，啊也三方可能拢爱主要生活咧，充电充实。看下今日嘅节目，观众朋友，即有感觉到冇？其实画图一件事情，听我哋思想博士提拔一直冇变嘅。所以讲，虽然讲中间已变成一啲国考嘅体验，后来又做一啲公务人员，但是其实一啲东西可能都利益退休以后开始重新拿去画笔。做一个准备，同时也特别地方嘛，希望可以传达更多人文的精神的地方。今日个感谢啊，陈老博士来到现场，同你分享安多画图的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好，大家呢有闲哈，来我平东师工作室啦，赖世昌博士文艺研究方哈来坐聊。多谢大家。观众朋友，看下今日节目，可能有强播一条啊！吼，休息下哦，大家听下来欣赏了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好好运动的单元，今本日是老夫先生同小朋友，我们一起下来做运动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耶！来，鼠标好，往前面来，慢慢的后面，前面。Help me. 好，前面。Help me. 慢慢哦，前面。Help me. 最明白，前面。Help me.慢慢来做数的运动哦，前面转十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面十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要么来做脚打开来，嘿，脚打开来。好，朋友，听筒一下，我呢叫，好，再来半边，脚尖放开来，啊，再来哟、哦，啊，半脚，啊，相当的好，啊，你我呢最美脚大脚，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趴，再来一摆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从身体用手来哈，总体挺痛的嗨。去上安尼讲安尼办事，来教诶，洗一年诶，吼、哦，也蛮同洗一年强下，大汉安尼来比洗一年赚一钱咯，吼、哦，打开来数钱数，吼、哦，两片安尼接，吼、哦，接一钱，吼、哦，数来大数，啊、哦，大数。大数，好，两下一、二，两下一、二，转圈，一，好，再转回来，转回来，好，再来单方，两下，中间啊，两下转圈，哈，好，分两片哦，啊。一路我来办事，准备同新人呢，海人向下教，比较快乐哈。啊，记得我来尽量同新人呢，记得教个多，唔是某个动作，个简单都是得。继续，我来前面帮个呀咧，空气帮，要空气帮，我来人体，记得按你拿灯，哈，帮灯来，哈，帮灯来，然后伊要跌落来。哦，一直叫风来哦，好、哦，我来一二三来叫哈，准备好了吗？准备一二三，哦有，好、哦、脚打开来，打开来，哦准备哦，再一摆，啊一二三倒落来，呼叫倒的，相当的哈、哦，再一摆哦，好、哦，啊叫叫下来咧，同意帮，莫必帮我听啊。一、二、三，跌下来哦，相当的吼、哦。再来，我呢跳呐，边竖边吼，脚打开来，吼、哦，轻轻的转圆强硬哦，哦，安尼转圆强硬，转两圈路吼，莫打跳呐，分分哦吼。啊、哦，准备慢慢的转，慢慢的哦，哦，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哦。哦，再来呢，一转过来，跳两慢慢分分，好，开始。啊、哦，体运动，跳两慢分两圈都好哈，唔、哦、是太多。再来我呢，来南顶也各种冲一样的哈，好、哦，同冲一样的，打出去数过来，啊、哦，数一样的，平。啊你夹灯夹灯嘿夹灯咯准备好了一二三嘿啊、哦、再一摆一二三嘿啊、哦、再来一摆哦一二三嘿啊亲好亚满啊你一定要走上穷用的停灯让你走一圈咯、哦、准备停灯来行来两只数哦两只数啊就像曲一样的哈，保护眼的空气泵啊，相当的好。啊，眼的大用一记就是的，冰啊，啊，热的冰的。眼的同小朋友两个面，啊，用 L 嘞，哈、啊，用 L 哦，接风来哦，一、二、三。哦，不然挨过来，一、二、三，哦，相当的哈，也来练习我来木柱，同我来数同样东西哈，啊、哦，配合，一、二、三，哦，相当的哈，一、二、三，哦，相当的好哦，再来我来练习，都是用灯哈，两只数打开来，哦，看前面。慢慢的行哦，转眼看你哦，
当然看。啊，对呀了嘿。哦，得下来。二十一，用个独西方啊，阿你慢慢的转，哦，太你唔通哦。好，所以你慢慢来，慢慢来，加油，加油，加油哦！哦，转一圈咯哈，就打开了，哦，又得下来，再来，唔怕，哦，就打开了哦哈，通中慢慢来，哦，成功，复数。最简单的，两个来同小朋友用喺南顶，哦，南顶南下来，哦，转一圈，慢慢地行，转一圈哦，保护我的声音哩哈，好、哦，再来 ，help me， 树边下来哦，好、哦，树边下，海浪 captain。莫必得下咯，哦，转眼看，哦，要注意慢慢行，哦，得下路要重来哦，啊、哦，相当的好，来，也慢慢来用两支空气棒来控下。啊，你要看慢人家有力咯，要有一条线，哈、啊，是唔得超过，超过都输的哦。准备的哦，看慢人最有力，一、二、三，开始，用力，用力，用力，不，哦，啊，这朋友赢的哦，再来一摆，再来一摆哦，准备好的哈、哦。一、二、三，开始！哇，慢慢来吧，莫开始哈。一、二、三，开始！哦哦哦，安泰的，吼吼，相当的哈，比他人有力哈。来，打开来，两只手打开来，打开来，来打开来，手边的这片安尼，哎，火茶用的哈，预备，开始转眼看你。转给你，哈、哦，转眼给你哦，啊、哦，相当的好，啊、哦，转眼给你，其实也挺强哦，第八种空气，啊、哦，但是俺的是得，感觉那个坐火车啊啥去，比赛，培养同声音的感情哦，啊、哦，好，安尼好，转过来，转过来 ，OK。转过来，来，大汉阿娘嘛是用棒的哈、哦，用一支空气棒，啊、哦，用棒的哦，慢慢用个有力，好、哦，准备好两只手，两只手，好，起好来，一、二、三，哦，哦哇，真有力咯，哈、哦，好，来一基本，一基本八八，拿上来哈。哦根本呢，俺咧好好运动，同大家带来一个空气泵，系唔系真快乐？一个空气泵，是得同生人哩向下交流，培养俺咧感情。阿天老辈，俺咧是得做个多运动，吼、哦，嘛是比出去，吼、哦，嘛是接，先好交一个运动，又简单又安全，希望大家。好多一个空气棒，全家一下来到了，我们下一拜再见面哦。